一定很痛。对不起，我太大力了吗？没有啦，一点都不痛，我骗你的。真的吗？如果我说很痛的话，那可以亲一下吗？你有没有在开玩笑？我刚刚真的很担心你。看你担心我是假的。 小安，你还好吧？怎么受伤了？出了什么事？噔！我尝到当英雄的滋味了。当英雄？噔！你要常看英雄的滋味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就是今天有一个变态，他跟踪玲玲啊，我看到之后我就把他抓住，这么……真的？ 这段是我家的啦，反正他就丢东西过来啊，就变这样。啊？这算什么英雄救美了？哎，还好他篮子丢到是这里，万一丢到的头丢到其他地方，那怎么办？那英雄哎，反正就是意外嘛，下次不会了。不行，我之后还是教你一点防身术好了。你今天只是幸运，万一你再遇到这样的状况，他拿武器或是用什么其他恶毒招式，你们真的受伤怎么办？ 浩南叔，你这样子越来越像一个爸爸嘞，就是那种有一种烦恼叫做爸爸爱操烦。哈，嘲笑我是不是？你有种就来叫一声爸爸听听啊！只会笑，你干嘛叫？叫！我敢叫，你还不一定敢听呢。我敢啊！来，我准备好，来叫一声，我各种语言都可以叫。哦，手好痛哦，来 ，English， 我擦药。Daddy。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Go Huskies!